谢谢，谢谢乐手老师，谢谢乐手老师。感谢你们陪我度过每一个生日，希望接下来的生日也有你们陪我一起度过。天哪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下面呢，下面是鸣谢环节，我的生日就这么过完了。其实我刚才心里面有许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愿望说出来就不灵验了，改天有机会告诉你，等它实现了告诉你。